啊，对了，晚上主办方安排了联谊活动 ，SP 跟 KK 的人都要去，你会去吗？你去我就去。我是宣传负责人，当然要去了。那晚上我跟你一起去。嗯。喂，我这没信号，你别扯。喂。对不起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你这个衣服。 没事没事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抱歉，没注意。你把衣服给我了，你怎么办啊？我没事儿，赶紧回去吧。